进步很多，进步很多。哦，讲话，你说你碰到他，他会跟你说。好啦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我今天来就。哦，那手会这样哦，他手会动。早安，他说早。哦，所以我就觉得很压抑。你跟他说早安，他会跟你说早。对啊。这是第一次。对啊。哦，那他有没有跟你说过早？然后我还要跟他讲。我还没跟他讲，你看。但是今天为什么就变肿肿了哈？嗯，对对，哪边？是不是？嗯，而且他摔下这样子，等一下给他平躺。对，给他平躺。好，那等一下就快平躺。他哪边肿肿的？你下次跟他讲话，看他会不会回你。好好。大姐，你可以跟他，我跟他讲。对啊。爸爸真的很进步很多，进步很多。因为我也觉得他进有在。他会跟我讲话了。那个用那个汤匙喂他那个幼鹿乳啊，长得多还是幼鹿乳啊？小小的。我哥哥是不是？对，用汤匙喂他。啊，是。他是。OK， 好，谢谢你。他进步很多。哦，感谢。妈妈新年快乐。妈妈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好不好？新年快乐，早安，嗯，早安，嗯。等下给他平躺，他可能会比较好讲。好，没关系。因为觉得这样蛮好的，好像赶快跟你讲一下。嗯哼。哎，他们今天放那个。佛教的音乐，第一次我听到他们放佛教的音乐。哎，大姐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好。这妈妈是哪边有肿起来啊？她说脸，可是我看好像还好。哦，难怪都没碰到。嗯。这妈妈，我再帮你翻个身哦，平躺哈。哎，这妈妈放轻松哈。还是放广东的嘞。哎，江妈妈很好，啊，放轻松。放的佛教的是广东的。让菩萨，嗯，广东音的。是不是要盖到脖？我知道，我就不知道，所以还不敢确定啊。哦。我看不到，我只能慢慢移。哦。哎。摸到脖头，那条线，那条线把它放在那条，对对对，放上去，对。妈妈。那个红姐姐打电话来跟你拜年，啊，那个胡妈妈也跟你拜年，啊，胡妈妈，啊，跟你爸呢，江妈妈有听到吗？有，她有听到，她有跟我点头。啊，妈妈，阿波叔啊，说他感冒啊，他本来想来看你，阿波叔啊。来，江妈妈，我们放轻松一点哈，没事，我今天会，啊。放轻松。阿波叔说他感冒，所以他不敢来看你，怕传染给你啊、哦，好不好？嗯，好不好？哎，我第一次跟他问，他跟我讲好。他跟你讲什么？对，没有，我就。嗯第一个音都比较有正常的音了、啊，不是那类。那我跟他，我这来都会跟他讲，叫妈妈早，叫早，这一声早。叫他就回你早。今天很好啊，然后就讲一些我听的不是那，可是他就有在讲话了。啊。他、就是我讲一句，他就会回一下。啊。对。所以我觉得很压抑啊。嗯，蛮进步蛮多的。嗯，然后发现他今天那个精神，我在弄他也放比较松，不会像以前那么紧张。哦，他应该神志比较清楚。嗯
在做什么？那现在就躺着啊。可是我是隔壁的阿嬷。阿嬷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嗯，隔壁的阿嬷，你那个被子要给盖管的不？嗯，那个被子没有盖到上面。